Liuzhou in China is famous for its mountainous terrain, not only suitable for cattle farming but also offering numerous places for hiking. Due to the karst topography, many residents' doorsteps are greeted by towering mountains that rise abruptly like bamboo shoots. Therefore, this area is a potential climbing hotspot and a paradise. For mountaineers, the attraction isn't just the mountains, but also the variety of delicious local snacks. The mountain we climbed today is located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urban area, yet it offers a tranquil retreat from the bustling city life. At the summit, one can enjoy a beautiful sunset. 就是那个，不是有个山寨的那个山寨香菜那个吗？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什么，说你十万，就那香菜不是被山寨了吗？就那个，就八块八九块九包邮那个上海万圣节那个模仿香菜的火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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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岔路，二选一，这是个平台吧？我觉得左，男左女右。上去要多久啊？嗯，上面还要多久啊？嗯，现在才爬到山脚啊。好，要40分钟吗？你不要这样，不是说好就是热热伸出出汗就可以到了。对，风景开阔了一点，那边的学校。
这山应该没有玉峰山那么高吧？下面看起来没多高。傍晚七点要下山，有没有那个那什么似的感觉？嵌入和那个。又是岔路，差不多，这是个建筑物而已，厕所。这是农庄吗？没有，可能建了之后就。
我现在有一个那个什么美国末日的感觉，美末不是走这种路吗？这有两个山头，是这吗？下山好像方便一点。它应该有很多的上山通道吗？帮我录一下。你要走在前面吗？问题是你电池能坚持这么长吗？那我们就走快点。什么？我都这样，应该是跑起来都会很稳。
啊，干嘛？啊啊啊！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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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啊，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这边就算有的话，它也是瓶装的，它不是管道那种。有担架，但我现在，哎，像我整个过程嘛，你要把整段过程都放。你在我后面啊，我的受众是外国人，他们喜欢看风景。坐一下吧，我死了。不要把整那种卖膜的干狗放在山里面走，有没有人干这样的路？建筑，农田带建筑，钢筋混凝土建筑全部塌，垮了。
有一万了，而但我没得万一要，好烦啊！一旦走来闯关，是大象还是闯跟路在在那个城市里面都是走，那个当时那个戏剧歌唱我也没有玩到呢，为什么？哎，那我手边那个票也搞好了。搞好了，那对方说像你讲啊，有人吹下的。用皮吹吹。吹就得了。皮怎么没有换？没有，换真灰尘了。I king of the world. 哇，够了！真卡塔！哇，开光！哦，小爽！那边是。到山顶了，这是真正的山顶日啊！日落，哦，好漂亮啊，值了。远处重峦叠嶂，水墨丹青。啊，这楼梯，哦，这条路下去很陡。
就是番茄、洋葱而已。等我发菜谱给你看一下。
把你卷到二十啊。